这边投票就最后是米鲁当选了耶！耶、yeah, ，米鲁，恭喜米鲁！恭喜米鲁！哦天哪、啊，我摸猫曾经摸到最严重是可以直接发烧一天的。你说发烧一整天，你是对猫过敏哦？对，我好爱猫啊！哎、哦，不是那种发烧，烧发烧，哎，发烧烧，这个其中的差异。烧烧勇者，来看看鬼鬼改造有改造，这是没有侮辱大家，对对对，侮辱大家。哦，鬼鬼到此一游。是千难不难，所以按的会去哪里啊？我好好奇啊！你不能投 can 哦，好啦，不秘密啦。噔噔噔噔噔，该去练等了吗？你可以啊，你随时去练，好啊，你随时都可以练到十五等都可以，就是米鲁比较慢，太高感冒，敢不敢不要感冒啊，米鲁？你敢不敢不要过敏啊？我不行，过敏是没办法，怎么了？哦，我这样试试看。我没有直播啊，我只是来客串的。客串？嗯，我来跟他们讲干话。啊，不行啊，猫咪这么可爱。哎呀，拜拜。嗯嗯嗯嗯嗯嗯嗯。我妈 gank。光妈 gank 秀。又是谁？又是谁从后面？哎，我在那边拿东西的时候，你们从后面来，就是你们那是啊，这一刻都不能松懈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远远的有一只怪，应该没事吧？就有一只从后面来，没有了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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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！哎。哦，没事，对啊，哦，还好。你在实验什么东西？实验一个自由入体，然后不会受伤。不会很痛，高度没有很高，还好。高很危险啊，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已经有怪在门口等，我说你还不进来吗？等很久了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十四等了、欸。哦，快耶！快可以换装了，因为他们一直来拜访我。哎、欸，这根本就没有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啊！这边可以了吧？这边可以了吧？这样就不会受伤的，会受伤。居然还可以，今天只剩下一。来啊，随便一只啊！你们不是很喜欢打我出来啊？更新经验值，我找你们干的是不出来、欸，出来啊！嗯，随便让我砍一下吧。奥利给西玛，快出来哦！这里好空旷哦。等一下，没有怪，超空旷的。怎么可能没有怪啊？少扯！勇者需要你们啦、啊，怪物，怪物，很跑超远的，还没有啊？这怪呢？平常不是很多吗？真的自己周围全没有哎，哎、欸，完全没怪哎。我这边桥那边记得有一只，去旁边这里，这边有。需要他们的时候一只都没有，
哪里哪里哪里？前面啊，这里到处都有。哈哈，来不及逃！他跑了！消失了！勇者要来，勇者要升级了，赶快跑！不要让他升级。他们是故意的吗？啊，这边被卡住了。他们全部都被躲着，卡在这边跑不掉。升级啦！他们真的在跑欸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们就不想让我升级就是了。勇者要来了，勇者要15级了，不要给他升。好好，不想让我15级。我想学技能。哎呦，可恶，密罗家到底该怎么进去啊？进不去。盾之勇，这边盾之勇者。对啊，超强。怎么办？还有一个尸体要放哪里呢？在摆尸体。回来摆尸体。把米鲁加摆尸很便宜哦。米鲁加。米鲁加在你家对面对不对？对啊。本家千万不能按米鲁的家啊！可是米鲁家现在进不去。嘿，嘿，哎，进不去，真的进不去。好麻烦。嘿，哎呦，用跳就进去了。哇，好多！是很变态。我们家发生什么命案现场？我可以放些血迹就更棒了。血迹。是物品整理的物品分配装置，物品分配分布，就是把东西丢进去，它会随机的分散到箱子里面。哦，就只是这样，就这样，然后再随机拿出来，就是一人拿一个之类的。哦，住处样。这个包能不能拿去卖？喂，石头19个，哎呦，原来他有这样子的排列法呀！那个分类的方块可以卖钱哦，一个200多块耶。那就把它盖子都拆掉然后去卖钱。对啊。他是突然不会分了是不是？哇，这边全部拆完包会不会发大财耶？会哦，啊，好多方块哦。宝箱哦，宝箱可以卖40块钱呢。宝箱40块，大宝箱空的那个40块，哇，这个才10块钱。哇，全部卖也是有2000呢。也要给他灵魂，给他小灵魂10个，然后还要再一个
中的灵魂，嗯，这个放下去就会召唤了。召唤三二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召唤出来了。小心哦，先不要站在那个点上。哦，痛痛痛痛痛痛！这是三头龙，是痛了吧？对，三头龙。哇，我暴击他165。哇哦 ，nice！ 哇哦。爆来吧！我是勇者，我到了龙五五要死掉了，我要补血了，补血了啊！不，你死掉了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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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我是勇者，我的龙死掉了，超强的！等等我，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是剪尾刀勇者，来把他给宰了，你宰了他了？还没，等你来，打打。我的火球也太远了。我的勇者斩！哦哦哦！宰了他，宰了他！宰！小心哦，小心火球很痛，小心哦，快跑！很痛很痛哦！我甚至连放一人不歇的时间都来不及，来不及，贴太近了，没办法。我看到，看到，打屁屁！那你看我，头靠近，头靠近，头靠近，斩！打屁屁！哦，哎哎哎哎哎，不死！哦哦，不行，这样会不死人啦！不行，我记点，好，是很棒，我记点。应该快速了。哦，十滴，剩十滴，再一刀，再一刀，快，再死一次，给他最后一刀，再死一次。我来了，为了成就，为了成就这个勇者。原来你是486勇者，死亡回归勇者。最后一刀啦！呜、哦，喷我，喷我！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！他喷我，他喷我！哦，没事没事。我是勇者，快绕背绕背！哦，他朝我冲过来了。你不是勇者，你是自爆兵。卡屁屁，再刀再刀！哇，解决了！那麦克夫勇者斗龙的第一世界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，接下来是黄色之门 Rank 2的世界。之后勇者斗龙的精华剪辑呢，就不会照着剧情继续的一剪下去，然后就会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片段再把它剪出来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，那我们下次再会咯，大家拜拜。